日同大家睇睇 Solar Health Boy 94一個新嘅樓盤 Five Valley。而家睇緊嘅咧就係、是、一個三房嘅 detached house， 一票。而家入門口嘅左手邊咧就係、是、reception area 嚟嘅，咁見到佢擺咗兩張 armchair 啦，一張兩座位沙發，咁啊空間都非常之足夠啊！個窗台位呢度亦都好靚，係窗嗰度咧做咗一個通風設計嘅。走廊都相當之闊落，咁跟住就嚟到呢個 dining room 連埋 kitchen 啦。kitchen 都好大啊，擺咗一張四人餐台啦。望出去咧，就系、是、自己嘅花园。花园嘅右边望到嘅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嘅车房。而花园有道门咧通出去嘅。咁厨房嘅另一边咧，就有呢个洗衣嘅地方。呢度就係 boiler 啦，去水喉嗰啲先啦。我哋睇睇廚房先，廚房係呢個電爐嚟嘅。相當之多嘅儲存空間，洗手盆啦，係 1.5 個星盤，亦都好大。跟住有個 full size built-in 嘅洗碗機。就有个单层的 open， 这边就是雪柜了。雪柜呢就是金装牌的，也都是四格的 freezer， 可以摆很多雪藏食物。出到花園先，好，花園我哋出唔到去。離開廚房出翻嚟樓梯底咧，就係、是、洗手間。呢個洗手間都唔逼傑啊，佢就話係一個 Walker 牌子嚟嘅喎。走廊的位置真的相当松动，我们上楼看看，楼梯都是很阔落，
上到嚟啦，左手邊咧，左手邊佢而家鎖咗，咁相信都係一個儲物嘅地方。依家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佢擺咗一張五尺嘅床啦。跟住有个陶瓷，咁又唔系黑瓷嚟嘅，有窗，仲有呢个应该系抽气扇，咁又做咗个企缸。床尾呢就有个三门的入场衣柜，出翻主人房咧，就去到 family bathroom 啦。family bathroom 就系浴缸嚟嘅，亦都唔系黑瓷，同埋有抽气扇。位置亦都相当之松动。但是为什么这个 bathroom 没有门的呢？那个抽气扇呢，这个门顶呢是可以独立开关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浴室这里没有门。跟着来到 second bedroom 了， second bedroom 都是摆了一张五尺的床啊，床尾呢就摆在一个双门的洗衣柜，跟住就去到 bedroom three，bedroom three 个尺寸都唔细喎。可以足够摆一张三尺嘅单人床，仲有位摆书台同衣柜。而家出翻屋出面咧，望一望车房嘅位置。咁喺花园嗰度咧，而家见到个木门就系通去车房啦。花园而家见到系三尖八角嘅，但系因为发展商系唔包草皮，咁大家可以自己再设计。而家咧就去苏黎世 B94睇睇一个新盘 Dive Lolly。这个是一个四房的 detached house， 叫做 Barrington。 一进来呢，左手边就是 living room、 dining room 连 kitchen 的，
咁啊，擺咗張雙座梳化啦，電視機，擺咗張四人餐台，跟住廚房係一個兩邊嘅廚房設計，仲要有 island 添。这个位置呢开了下面就可以储物，是一个 1.5 的星盘，也很大型的。这里有洗碗机，就是有些櫃桶放餐具啦，放碗碟的櫃桶，這個自己的後花園啦，四四方方，相當市正。 The Island Island 就是電爐來的，四爐頭，是相当之多的储物空间。Bosch 的双焗炉，上层就小一点的，这边雪柜了，今次这边雪柜呢就下层冰格就比较小一点，刚才那个呢就是四格的。离开厨房那道门呢就通过去sitting room，sitting room 同樣咧係可以出去花園啦，位置相當之大。你見佢擺咗一張三人 sofa， 一張單人同一張兩人 sofa 嘅。咁就係牆身嘅墊製位置。都好大張茶几添，出翻嚟，首先我哋入门口嘅位置啦，楼梯底应该都系储物空间嚟嘅，佢而家锁咗门，睇睇呢度，呢个洗衣干衣嘅地方。是地下的客廁，位置也都不逼仄了，獨立開關的抽屉線，
翻一入門口的左手邊，就有一間 study room 的地方啦，或者你要當是四房都可以的。呢度的位置咧都足夠擺一張單人床。屋外面最後一入門口有電掣箱啦，咁你亦都可以用嚟儲物嘅。屋側邊咧就有車房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呢個四房單位嘅樓上睇睇啦。一上完樓梯，左手邊呢個係 bedroom 2或者 bedroom 3啦，擺咗張五尺床，兩邊有走動空間，床尾嘅位置亦都相當闊落嘅。呢個凹咗落去嘅位置咧，其實你都可以擺衣櫃嘅。跟住呢個係 family bathroom 啦，有個企缸，浴缸抽氣扇，咁係一個相當闊落嘅洗手間。暖爐咧就喺門後面，離開洗手間咧，嚟到呢個就係主人房。主人房啦，相當之大，有個三門嘅入場衣櫃。咁呢張應該係六尺嘅床嚟啦。床尾可以摆到梳妆台，入到去咧有个 ensuite， 旗缸嚟嘅，系一个长方形嘅旗缸。另一間 bedroom， 咁呢張就係四尺嘅雙人床啦。望出去咧就系自己花园，同埋望到车房。咁啊，相当之阔落噶，都可以摆到呢边可以摆衣柜。呢度又有个储物房。
去到最後一間睡房啦。亦都有位置咗呢個工作空間。呢邊可以擺到衣櫃。而家呢張都係六尺嘅牀嚟嘅。呢間睡房望出去咧，就是自己前院的位置。